各位好，这里是乌龙音低舞。我们是一个游戏直播平台，为大家演示一些游戏的实战。喜欢我们的人欢迎订阅、分享、按赞加开启小铃铛，支持我们一下，谢谢。那我们一样是要先检查一下各参数设定有没有问题。我自己先来发个留言看看有没有正确的输出，看有没有显示在萤幕上面，如果的话没问题就可以开始。哦，看起来可以了哈。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演示的这一把枪是 PDSW528， 那这是一把造型特殊的冲锋枪，因为我记得在一代好像是叫 P90 是吗？那我们搭配的，现在因为这个等级，我那天有试玩一下下。等级现在是6，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是 9.5 寸公爵30的枪管，然后 VLKLZ 啊7毫瓦雷射，再加内建反射式瞄准镜导轨，然后 BRUEN G305 包覆握把，还有一个近战枪钩。我目前使用的配件是这些啊。那我们就用这个来试一下。我那时候刚开始试练的时候，觉得没有配件真的是超级难用的。我看应该所有的枪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枪支系统的配件都还没有解的话，一开始都是被电得非常的惨，好吧？感觉上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等候一下它的配对。好了，我们二话不说，反正就是开战就对了哈，打了吧，别想这么多。这个王冠赛道，这一关事实上不是很好打。
哎呀，刚讲完马上嗝屁了，啊，马上 GG 了啦。Enemy securing Alpha。We're taking Charlie. We have to turn this around now. 欸，哪里冒出来的？这家伙。Securing objective Charlie.We control Charlie. We're taking Bravo. Trophy system online. Securing objective Bravo. Bravo secure. We're taking Alpha. 奸计有得逞吗？还可以啦。We've lost Bravo.占比战就是先撑到得分再说嘛，管他的，先用那个防御系统先挡一下的手榴弹。哎呦妈哟！就记住啊，莫这莫这啊！这位老兄，莫这啊，莫这莫这。该怎么改？要怎么改？嘿，报了仇了吧？哎呦，那边又躲两个，哎，这边车上一个，下面又一个。The enemy has captured two objectives. Enemy UAV overhead.Our UAV is orbiting the area. Hostile care package deployed. We're losing Bravo. Securing objective Alpha. Alpha secure. Objective Bravo is compromised. Get it back. Hey, 报仇，报仇。We're losing Alpha.Behind you, mate. Reloading. We control Bravo. 莫这啊，请啊。The enemy took Alpha. 莫这，莫这哦。Enemy bomb drone is in the area. Enemy securing Bravo. Hey.哦，原来是无人机啊！怎么奇怪，火这么好，还被炸死了？搞错呢？又躲一个在后面哦。哎，炸死哦！什么东西呀、啊？哎呀，这是啥东西？巡弋飞弹啊，混蛋东西，对啊。飞波，这什么东西？那个敌人。说打太装金就真的忘了讲话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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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活该吧！
friendly care package on the way. Trophy system online. Oh, 哪里？没注意。 又是炸弹无人机啊！不够机车啊！有埋伏，莫走莫走啊！ 走吧，该走吧，该。 打你妈的！哎，哈哈哈哈哈！难得呢，哦，中陷阱。 怎么没有把他打死呢？明明就射中呢。哎，哇，这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这怎么回事？哦，原来是娱乐机啊！我以前很爱这个。 我以前爱用离合器，但是一代我就惯用的武器是惯用的致命武器都是用离合器，但二代就改换成换地炸弹，因为我觉得这个效果更好。耶。 莫走啊！莫走！哈哈哈哈哈！哎！哦！哈哈哈哈！ 对，果然，我还是冲锋枪跟突击步枪是比较容易上手，感觉上真的是这样。你如果玩狙击枪、散弹，可能一开手枪这些有没有，真的玩起来很囧哦。射手步枪也差不多，就是那种真的是不好玩，不好打。这新手还是适合这个突击步枪啊，跟那个冲锋枪。 因为子弹多嘛，乱扫射。机枪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换弹夹太慢了啦，就是大缺点。子弹虽然多，可是它就是射速比较慢一点，它威力虽然强，就是没有像冲锋枪射速那么快，大家应该有感觉到那个差异在哪里。哎，我可以好像可以截一些东西了，看一下。
要不要解个造型看一下？解枪好了，我们解个枪来看用一下，用这个枪。哦，他之前把那免费的还我了嘛？我看一下。来不及又开战了。而且那个系统怪怪，你知道吗？那个免费项目还给我扣代币，那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那看起来还有人去反应的吧？应该看起来我把它改回来。我记得我那天没代币没这么多枚啊。他可能还回来给我，他可能发现这个问题，有人去反应。Get to the hard point. Contact! Watch your fire! 我这样乱扫都扫不到。I'm reloading! 到底躲在哪？那怎么老猜错？真的是奇怪了。冒罩冒罩啊！又来了。做嘛该做冇计，做嘛该啊，做嘛该。哈、啊，成功了哈，爆头成功了哈。共你的神秘，哎呦！是吧？妈，我在直播嘞，每次都给我那么难看的啦，我让利一下。嘿嘿，哦，我又来了哈，卖这，卖，在哪？摸这，摸这，哎。冒掉冒掉哦Trophy system online. 冒掉猜到你在搞什么了吧？Stand by.
干。冲锋枪就是要冲冲冲的。Covering your six. Friendly UAV online. 啊，爽！看我的嘞，哎呀！打爆你，打爆你！啊！没招啊，没招啊，没招，没招。换个配件来好用一点，看起来好像差异感觉不大。不错了，还好用啊。配件我比较想要用举枪瞄准速度啊，刚刚看起来那个都没有，就暂时算了。冲锋枪本身举枪速度就算蛮快，如果再加那个配件的话，那真的是超快，举枪速度真的会变得超快。对啊，那请呢？Friendly UAV online。莫醉哦，莫醉哦！怎么开？怎么开呀？Friendly UAV on station。有人躲在哪啊？嘿哈哈哈！中招了吧？有子弹哎！杀来，我一个人是挡不住的，太多人了。
开到你要去那。上面的店家。Hostile UAV in the area. Enemy personnel at the hard point. Enemy UAV overhead. Our UAV is orbiting the area. 这种防御系统在那里，没办法，对吧？直接杀进去。救命我 die。 Our counter UAV is active. 哦哦哦，太棒，银痕，Return to base. 太可恶了。奇怪，那个看起来怪怪的，那个战争通行证的好奇怪的，乱掉一通。他不是看到六吗？现在又好像数字又变了，我看一下到底是多少。现在是五啊，所以刚刚的免费又给我收了一个代币是吗？是，到底是要解造型好呢，还是要解枪好呢？看一下，解枪好了啦。这个防弹背心是要干啥的？哦，这饰品是吗？吊饰啊，我不知道是什么。直接把枪来玩一下，看一下。这把是 BSP 的那个，已经有装备一些配件的版本，不是空枪的，它是有一点东西在上面。看一些有什么比较急迫要先解的？好吧，先这样好了，我看一下。那个枪下次再来玩吧，因为之前已经介绍过那一把。看一下在哪里，我先把它装上去，我下次有我自己练一下好了，好吧？这一把我们之前玩过，这是 BASP 的这一把上次玩过，刚刚解开是这个啦，它是有已经帮你配了一些那个，配了一些配件，不然看我原先这个没什么配件的。像这个的话，你可能就练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它已经先帮你配了一些东西在上面，那个等级一下就让你提高很多，就对了。那下次再练哈，我们就继续玩我们原来的枪支哈。哇，这个谁的喇叭要出？吵死人了！这没有按好。我要把那个喇叭关掉，不然这样
干扰的太严重。就是有玩家的那个人脉没有弄好，回音很严重，就只好把大家的通话功能关掉，不然这样完全没办法那个，我没办法听清楚，太吵了。这一关我一直都打不怎么好，我觉得这种地图有点大哦，这个太多狙击手在那边躲了，所以这一关还比较适合玩狙击。瞄准镜的配件很多，现在就类似空枪在瞄，比较辛苦一点。冒走啊！冒走冒走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刚才那个网友是蛮擅长玩那个散弹的，散弹就是跑位很重要，通常都是要用那个好的位置走位来攻击敌人的。哎。怎么那么快就结束啊？因为我们半途加入是吧？好了，我们今天玩的就是这一把 PDSW528。我们刚才已经应该是有两场完整的比那个两场的对战局啦，然后最后一局是因为半途加入玩一下下就结束了。那这样子的感觉呢？哎，我刚到底打几场？有点混乱啊，没关系啦，这个不重要，好吧？那我们就是今天可能。
大家比较忙吧，那我们就那不要播太久了，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好了，好吧？那这里是乌龙音第五，好，如果喜欢我们的直播，喜欢我们的游戏直播、电玩直播，那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好，打开小铃铛。那拜托哦，拜托大家在视频多多点赞，好吧？天天这个帮忙分享一下，帮我们支持一下。好啦，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哈，这里是乌龙音地物，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要下播了，今天的直播到这里，谢谢各位，好啦，拜拜。